最近不止民生物价调整，大学学杂费掌声也悄悄响起。教育部上月初核定，下学年度大学学杂费基本调幅为 2.07%， 特定情况可到 3.75%。 目前已发函请各学校本月底提出申请。根据苹果调查，全台已有7所公私立大专院校决定要调涨，涨幅 1.5% 到 3.75% 不等。如果审核通过后，学生每学期得多负担582到1600元。其中国立大学的台科大、北科大预计调涨 3% 和 2.5%，涨后每学期台科大学生多负担约760元，北科大则是500多到600元。调整学杂费呢，有两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是我们会配合教育部的政策，未来会逐年调降生师比。其次是教育部补助下降，基本工资从120元变成140元，增加了日常支出。台科大、北科大均表示，增加的费用未来会用在改善学校环境、弱势生的奖助学金等方面。700块其实我觉得算，就是算是合理的吧，因为基本工资那些都有调整。我认为不太合理，不合理的方向应该是个人零数吧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就当时说要拉长。学杂费来讲，物价上涨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没到那么多。至于私立的大专院校，仁德医专因为入不敷出，预计各类科调涨 2.5% 到 3.75%， 而世新和实践大学都决定调涨 2.5%， 通过后每学期学生将多负担1000多元的学杂费，费用将用来改善教学环境。辅仁大学则因应少子女化，会针对今年将入学的新生调涨 1.5% 约800元的学杂费，亚洲大学则是调涨 3%。另外，苹果也初步清查，台清、交城等30所公私立大学107学年度没有调涨计划，预计调涨的7所大学也必须等教育部月底核准才算通过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百元 7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